年前，海灯法师在成都青羊宫擂台上演练了一指禅功，名震天下。50年后，法师已进入年迈高龄，他还能不能再演练这种少林功呢？惊天绝技，再现人间。当代世界，能练少林一指禅功的仅有海灯法师一人，这是中国灿烂文化遗产的骄傲。